那43页上次提到那个呼吸运动里面呢，如果以平静呼吸或者是所谓的胸式呼吸，是整个运动胸腔的活动过程当中呢，如果是有动到外肋间肌跟横膈周围周边的肌肉，那这一般就是所谓的胸式呼吸。那胸式呼吸的话呢，如果分吸气跟呼气这两个动作的话，上次有提到吸气主要是透过外肋间肌跟横膈上面的肌肉的收缩，然后来带动那个胸腔的容积扩大，压力变低所以胸腔的容积扩大之后压力变低，肺的外面呢压力变小的时候，肺泡会跟着扩大，而因此产生那个吸气这个动作。那如果是要呼气的话呢，就是由外肋间肌跟横膈这个肌肉松弛就可以了。好，所以这是属于平静呼吸下那个运动的相关的动气的变化。那如果要做强力吸气的话，因为胸式的呼吸当中那个吸气这个部分基本上会比较单纯，因为如果要做有力的吸气的动作的时候，那就是肌肉的收缩力的问题所以我们以前有提到一个概念，就你像同样的这样的肢体的动作，那个肌肉的收缩的力道，其实主要是决定在哪里？主要是决定在这个问题。对，肌肉收缩的力道决定在动作的当下，那个肌肉上面参与的肌纤维的比例，参与的肌纤维的比例越高，那个收缩力就越强所以如果纯粹就吸气这个动作来讲，就是如果要增加那个吸气的那个力道的话，比如说你可能会刻意去用力那这个表示那个就是希望参与的肌纤维的比例增加而已所以强力吸气这个部分比较没有问题是它还是只有牵涉到外肋间肌跟横膈肌所以胸式呼吸的话呢，主要弹来弹去都不会跳脱这两个这是基本的。可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另外一种呼吸的方式那这种呼吸方式呢，在吸气的部分如果要加强也是一样，吸气的部分如果要加强也是只有动到外肋间肌跟横膈，所以这边就没有问题可是如果要强力呼气的话，因为呼气其实是比较没有效率，因为如果你放了那个胸骨跟肋骨是慢慢的降回来利用肌肉的松弛，然后胸骨肋骨降回到比较低的位置 OK， 那这种效率会比较差，所以如果你现在是想要让那个胸腔快速的缩小，最好是呢就是再给它一个力量，然后呢硬是把它压缩下来所以谁可以做这件事情呢？就是腹式呼吸里面那个吸气的部分动到这个可是呼气的时候呢，可以透过内肋间肌帮忙，因为外肋间肌收缩的时候是把胸骨肋骨往上拉上去，然后可以增加那个前后的这个距离，可是内肋间肌收缩的时候是把胸骨肋骨是拉下来，所以你今天可以是外肋间肌放松让胸肋骨降回来，那你也可以是透过内肋间肌然后硬是把胸肋骨把它拉下来，这两个的力道是有差别的，就相对上来讲力道或者是时间都是有差别的所以外肋间肌跟内肋间肌的动作方向是不同的所以外肋间肌基本上它的收缩是有利于胸腔扩大，可是内肋间肌收缩的时候呢是让胸腔缩小 OK 所以如果内肋间肌帮忙的时候这时候呢胸腔胸前臂这个快速下移，然后接下来那横膈上次我们已经看过了就是运气还不错，我们看到那个横膈膜的一部分那这个是只有结缔组织，所以看这个横膈的范围这么大当中大部分都是只有结缔组织那个薄膜，薄膜那个地方没有收缩的能力，只是它周边的肌肉有收缩的能力所以上次来跟你讲说是横膈真的是有两个状态以正常来讲是有两个状态，就是它到底有没有把那张纸就是那个膜有没有，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就是让它放松状态还是把它绷紧它其实只有这两个状态所以这个大部分的教科书都会去画一个图就是说横
横膈放松的时候，横膈可以往上顶上去。你那天自己摸摸那个横膈膜，你想你知道它那个膜怎么去往上顶上去，可以理解吧？因为它根本就没什么支撑力，它不像那个很扎实的那个肌肉，根本就不可能把那个横膈往上，胸腔，就是往上顶，然后让胸腔碰这个垂直的距离缩小，所以它只有放松，跟紧绷这两个状态。可是接下来横膈有一个状况是真的可以往上顶上去的，但不是靠它自己，要靠谁？要靠它下方的那个腹肌。在强力呼气的时候啊，一般咳嗽或呕吐，咳嗽或打喷嚏，就是属于腹式呼吸或者是强力呼气啊。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比如说做一个咳嗽这个动作，然后手放在这地方，你就会感受到，这肚皮这个地方有一点紧绷的感觉啊，这就表示那个你是在做强力呼气这个动作。那为什么腹肌这个时候可以动一下呢？因为如果我们从身体来看的话，这是横膈，对不对？所以如果这个地方的肌肉收缩，然后呢，它就可以挤压内脏。那因为你的腹部这边的内脏比较扎实，所以如果腹肌收缩挤压内脏，那这些内脏呢，大致上把腹腔塞得满满的。所以接下来呢，这些你的背部背部基本上比较不动嘛，对不对？所以腹部的肌肉那个有弹性的空间，它先收缩了，紧绷了，然后所以内脏受到挤压，然后这些内脏呢就往上。这唯一有一个机会是真的可以把横膈往上顶上去，就不是横膈自己顶的，它是被动的，它是透过那个腹部的肌，对吧？腹部的内脏你的这些胃肠然后受到腹肌的紧绷的时候，把它往上推上去。Okay,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产生强力呼吸。所以这个是胸式呼吸跟腹式呼吸的差别啊。腹式呼吸为什么强调腹式呼吸？因为它有利用到腹肌帮忙。所以腹肌又不是胸腔，就是它不是围绕在那个呼吸器官周围的肌肉但是它可以利用这个间接的方式呢，帮那个横膈推一下。那这样的话，呼气比较有力，但吸气帮不上忙。吸气基本上还是要靠外热间接跟横膈的肌肉自己来。这样，所以。像你们现在处于那个叫做平静呼吸状态，就是用到外热间隙跟横膈然后那个刚才咳嗽或打喷嚏的时候，那个就是那个强力呼气这样的动作。那如果你有刻意，比如说那个什么游泳的时候做个深呼吸这个动作，有刻意去用肌肉用力的话，那个就是强力吸气，有没有？所以强力吸气你随时都可以做。那个就是外热间隙跟横膈有没有特别加强收缩的比例而已。243页上面这个地方所以一般平静呼吸就是很单纯的胸式呼吸。那另外呢，胸式呼吸你也可以是很有力而短促的呼吸那个就是像那个孕妇有没有，在那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分娩的过程当中，不是会有一种那个擦擦擦呼吸法那个，对啊，我忘记那名字了，那个因为我不需要所以这你们以后就会需要做那个练习，就是那个产前的时候，那个孕妇的那个分娩前的那个教育里面，就会有这个环节，就教你如何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怎么呼吸的。那反正随便生得出来，不用太担心你们一定可以的。很遗憾这辈子没机会了，以后再说吧。一定要讲，把这件事情讲得没什么特别困难，你们才不会觉得生小孩好像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好，然后所以像孕妇那一种，你看，那个是很急促的呼吸那其实它主要是加强那个吸这个部分，呼基本上呢还是透过那个肌肉放松处理。所以腹式呼吸里面的话呢，就是异常情况下就是咳嗽跟打喷嚏，但你可不可以直接就是强迫腹部肌肉收缩来带动呼吸？可以，一般都会去提到，就是说其实有很多那个什么跟健康有关的这个活动里面他可能会去提到说，如果你经常用那个腹式呼吸有什么好处？因为腹肌收缩，腹腔的内脏就会被挤一下，对不对？然后就往上推一下，所以第一个这样的呼吸会比较有力，然后可以把那个。停留在那个肺里面的残留空气可以排得更多一些所以换回来的时候就可以换到比较新鲜的这个空气
所以让呼吸比较有力啊，对于气体的这个交换还是有帮助的。那再来，因为会动到腹肌，所以可以按摩一下你的内脏，所以那个，闲闲没事的时候啊，比如说那个看书的时候啊，或者你休息的时候，可以去试着动一下啊，让那个肌肉最松弛的时候啊，去动一下那个腹肌啊。好，所以腹式呼吸啊，对于那个内脏按摩啊，是有帮助的啊，这个还蛮推的。啊，另外还有那个唱歌的时候，不是通常会强调那个丹田呼吸，有没有？所以丹田呼吸严格来讲，那个根本就是做腹式呼吸，因为你只有用到这个地方的力量的时候，那个呼气这个动作，因为我们是呼气发声，对啊，因为是呼气发声，所以只有动到呼吸的时候呢，那个气体往外推出去，那个力量才会比较足一点。所以所谓的丹田呼吸，其实严格来说，它根本就是一种腹式呼吸啊，只是那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技巧。丹田呼吸其实很难，就是一般用肚子呼吸不难，但是丹田发声这件事情很简单而已，就是什么肚脐什么怎样，它根本就是腹腔啊，不确定丹田在哪里。我只记得以前国小的时候被叫去乐队还是什么，然后我说你明天来，然后来参加乐队的练习。然后他就要先那个看一下那个呼吸，因为吹鼻子还是什么，然后看一下那个吹的那个力道，然后他就摸肚子说：“哎，用一下丹田发声。”那讲了老半天，谁知道谁小学生谁可以知道什么叫丹田这样子？用力一下，用力一下。然后我就直接指着说：“你看，我都不用力用力，就这样子啊！你看，我就这样子就已经很用力了，就是肚皮那时候已经很硬了啊。”所以我根本完全不知道什么叫丹田用力，不用力，我肚子就已经就是紧绷了。那这样到底要怎么用力？莫名其妙的这种形容方式，什么叫丹田？谁知道？好 ，OK， 好，这呼吸运动就到这边。外呼吸、内呼吸，在243页中间那个地方，这上次已经解释过了哈，就是生就是。构造复杂的这个比较生物呢，比较复杂的生物呢，因为它不是所有的细胞都有机会跟外界接触，所以呢，它必须由呼吸的器官或呼吸系统跟外界去做气体交换，然后紧接着它透过像循环系统的方法，然后呢，再把这些交换后的气体呢，带到那个组织细胞去做气体交换啊、所以整个呼吸气体交换这件事情分两个环节，就是外呼吸跟内呼吸。它那个细节是我们后面会介绍的重点。好，接下来我们先谈一下那个呼吸的调节。因为刚刚有提到呼吸运动，一般常人来说的话，那个呼吸运动每分钟的频率大概12到15嘛，对不对？好，可是以前我们提到那个中枢神经对呼吸的调控里面呢，有一个东西叫做呼吸中枢在哪里？那你要调到呼吸中枢在眼脑，眼脑管理生命现象三件重要的事情：呼吸、心搏，还有血管的搏动，就是那个动脉的收缩。他说有时候会他们讲说呼吸、心跳、血压，而且真正讲是血管运动。所以那就表示，如果它是呼吸中枢的话，那么它是中枢，所以那个外肋间肌跟横膈就是它控制的动器了。因为肌肉是被指挥的，它只是动器，所以你要给它一个指令，它才会动作。所以如果用这样的因果跟关系来看的话，合理来说，那么外肋间肌跟横膈所需要的收缩的讯号，谁给的？就是眼脑给的。好，那以一般的神经对肌肉的神经系统对肌肉的关系来说的话，比如说二头肌，好，你现在呢，大脑的运动区下达一个指令到这个地方，好，然后呢，二头肌收缩，所以接下来呢，把那个尺桡骨拉进来。对不对？所以手肘就弯曲了。那所以如果你要手肘伸直的话，不见得一定要三头肌收缩。就是你就是这个地方肌肉放松之后，手因为重力的关系还是会垂下来。所以你可以自然垂下来，你也是刻意
可以去做这个动作，有没有？啊，所以事实上手肘要伸直，光是二头肌放松也可以做得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中枢神经对于某一个特定的肌肉的控制来说，我可以只是发出讯息或没有讯息这样子而已。怎么样？可是对眼脑来说的话呢，它对外热线肌跟横膈肌的控制就有一点奇怪啊。就是眼脑，你看那个图，眼脑其实不是很大，还记得那脑干，脑干分三段，对不对？就上面那个比较小的是中脑，接下来往下下一段呢，比较大的是小脑，然后再往下接近那个脊髓那段。不是很宽的，它那是那个面脑，然后所以244页那地方有一个侧剖面的这个简单的轮廓，所以你去看哦，眼脑的空间其实不是算很宽，可是光生命现象的三大要素里面，它就管了三个啊、就是呼吸、心火跟血管运动，那其中两个还跟循环系统有关系，对不对？好，那你看哦，它已经要做三件重要的工作，还要管那个反射哦，然后所以接下来那个什么？呼吸这件事情呢，理论上只是三件重要工作之一，结果他竟然再把呼吸分成两件事情来做。眼脑里面的神经，中枢神经元呢，中枢神经的神经元呢，它再把它分配成两部分，就是呼气的中枢，只管呼气这个动作，然后呢？再利用另外一群呢，去管吸气这个动作，所以叫吸气中枢。刚刚讲的，你可以只是对某一个肌肉要不要发出指令的问题，那这个肌肉就可以有收缩跟放松两个动作方向。这个如果不是真的很必要，犯不着，就是管吸气的有一群细胞，然后管呼气的又是另外一群细胞，因为这个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先谈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说，假设他们两个运作是正常的情况之下，吸气中枢发出讯息的时候呢，就会引发外热间肌跟横膈的肌肉收缩，所以它叫吸气中枢嘛，好，所以它的角色就是这个刺激肌肉收缩，讯号由它来。然后，所以如果还有一个叫呼气中枢的，那就表示我连肌肉松弛，我连肌肉松弛这件事情，竟然还要发出一个讯息，然后通知这个肌肉呢，你现在可以松弛。如果这一切的动作都正常，那很没有问题。所以我们直接讲一个异常的情况，就会发现这个设计呢其实是有瑕疵在的，就是万一，因为它是两群不同的神经元，所以如果现在吸气中枢跟呼气中枢同时发出讯息来，好，然后结果这两个讯息同时到达外热间肌跟横膈，请问你现在要这个肌肉到底是收缩还是放松？这样就会造成困扰 ，OK 吗？好，所以接下来就会需要一个。叫做呼吸的调节中枢或协调中枢，谁？你看广呼吸为什么会用到中枢神经两个部位的脑？好，哪一个脑？小脑，小脑叫做呼吸的协调中枢或调节中枢，以前不可以讲，现在就可以讲了。所以小脑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们用一点顺序性，让你去好想象一下。假设我们从吸气中枢，来当作讯号的发生的起点，好。所以呢，现在吸气中枢要发出一个讯息，数字代表数据，然后所以吸气中枢发出一个讯息，通知外热间肌跟横膈，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呼气中枢不动作，同一个时间，接下来吸气中枢会往上，同步哦，因为小脑就在它的上面而已，很近。所以它同时会去通知桥脑，我刚刚已经发出一个讯息，应该是说我现在正发出一个讯息，
啊，所以我知会你知道一下啊，我现在呢已经告诉外面的间隙跟横膈要收缩，对吗？好，所以呼气中枢什么时候才开始有动作？它就等，啊，等到小脑通知它，好，所以步骤还要在这里 ，OK。等到小脑通知了呼吸中枢，哎，它刚刚已经从吸气中枢这边得到讯息了，啊，吸气中枢已经发出讯息了，好，所以呼吸中枢在得到小脑来的讯息的时候，它才去发出一个讯息，通知外热间隙跟横膈可以做放松这个动作。所以你现在去算那个时间。那个一到的时间还是二加三到的时间，谁会比较快？看到没？一定是一的讯号比较早到，对不对？因为呼气吸气中枢同时放出一个讯息到小脑，好，那所以这个时间假设跟这边的时间是一样的话，那也就是说那个呼气中枢要有一个讯号送达，那就是时间二再加时间三。对，那这两个时间加起来，再怎么算也会比一所花的时间要来得长，所以这样是不是我就把吸气、呼气两个动作时间就错开了？看到吗？好，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就可以技巧性的让呼气跟吸气的讯号永远不会重叠。那不重叠，你就可以让吸气跟呼气这两个动作永远都是吸呼、吸呼这样交叉进行。看到吗？所以为什么要搞这个？啊，当然这样还是有一点问题，就是说，那你干嘛搞这样子这么麻烦？你还是可以把它整合，所以干脆由同一群细胞来做，它就不会有这个不会有这个问题。好，另外一个安全性的这个做法，就是呼气中枢在发出讯息告诉外热间隙跟横膈要松弛的时候，它同时会知会一下吸气中枢。我现在正在发出一个讯息，好，然后请它务必不能有任何动作。所以当呼气中枢发出一个讯息，然后引起外热间隙跟横膈松弛的同时，它会同步发出一个讯息去抑制吸气中枢。现在呢，肌肉准备松弛，你绝对不可以发出一个讯息告诉肌肉松弛。好，所以这个安全防护在这个环节里面，好，所以这两个三是同步发生的。好，所以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子怎么看？整个讯号的传递路线真的很复杂。啊，所以一定有必要的理由才需要这样子做。所以你先想象一下，就是如果说现在呢，吸气中枢发出讯息的速度加快的话，那这个时间加速了，对不对？发出讯息的这个时间间隔缩短了，所以呢，后来这个二三的发生时间也跟着被缩短了。好，所以当我们想要去调节，那个调节到底是调节什么？当我们有需要去调节呼吸的频率的时候，你就可以去重新安排吸气中枢啊，每次送出讯息的时间缩短。所以呢，这时候小脑当然也会在相同的时间里面呢，以更快的频率去通知呼吸中枢，然后紧接着引起肌肉的放松，对不对？所以反正是吸气、呼气、吸气、呼气，这样慢慢来啊。那因为身体的需要的关系，我们可以让这个吸气、呼吸的吸气、呼吸、吸气、呼吸、吸气、呼吸，让频率加速。那样，所以为什么它是调节或协调中枢？因为那个频率啊，取决于它怎么去协调两者之间那个间隔的时间。好，所以那个间隔的时间由它决定。可是引发动作是谁决定？引发动作是由眼脑的呼吸中枢跟吸气中枢，所以为什么它叫做呼吸中枢？动作的发生是由它处理，啊，但这两个动作的时间间隔啊的长或短啊，它是由小脑来负责。
真的吗？所以光一个呼吸这个动作里面，为什么用到中枢神经两个部位？哦，原因在这里。好，那、啊、可是那接下来问题来了，这个所有的动作啊，都可以回归到一个基本面。就我们现在呢，要去影响呼吸运动这件事情。OK， 这是运动，这是动气。然后，所以呢，我应该是要透过一个协调的中枢。然后，以这个地方来讲，就是中枢神经。然后，因为肠道炎症就是中枢神经。然后，所以再往前推，那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依据？坐在这个地方，你的呼吸的频率一定是比较缓和的状态。上了运动场，真的开始剧烈活动了，那这时候你的呼吸频率一定是加速，而且呼吸的深度啊、哦、也会比现在还要来的深，对不对？所以呼吸绝对是需要调节。那它的调节架构当然显然的还是在这个啊、哦，就是因应我们身体的活动量增加的时候呢，中枢神经对于呼吸的相关的肌肉啊、哦，这个刺激就会加强，对不对？所以反过来说，在平静的情况之下，中枢神经所发出的讯息基本上呢就不用这么的强烈。好，所以这个是整个呼吸调节的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刺激，然后跟反应这个部分的话，好，中枢神经确实很重要。可是中枢神经要做出一个决定，那我们要告诉那个快乐神经跟横膈的时候，你要不要加强这个活动的时候，那一定有所依据。那这个依据是什么呢？是你要有适当的工具，然后来判断现在到底需不需要。所以我们身体的设计方式是244页。看那个大脑指挥上面有一个补充资料，虽然是补充资料，但事实上很重要。受气的部分呢，我们把它分成中枢受气在眼脑，眼脑自己是中枢神经，然后它自己有搭配的受气，它自己可以去侦测，侦测什么呢？侦测二氧化碳，或者是眼脑可以侦测二氧化碳，或者是氢离子。好，所以只要血液流过眼脑的时候，哦，这个眼脑自己的这些化学受气感受到二氧化碳或者是那个血液当中的酸碱有改变，那他就知道说我现在到底要加速呼吸，啊、哦，加速呼吸的频率还是减缓呼吸的频率。那可是你如果知道这个地方有受气，也不太保险。所以另外一个决定到底要不要调整呼吸频率的一个重要的位置是什么？我们就以心脏输出血液的那一刻，因为心脏输出血液的时候，如果充氧血真的很充氧，这是没问题，对。那你现在在剧烈活动了，结果心脏输出血液的时候，那个充氧血的充氧量，啊、哦，这个氧气的溶解度基本上不是很好，对不对？这表示你应该要加速呼吸了。所以这个眼脑自己有搭配的受气，然后可是接下来在主动脉跟颈动脉。等管壁本身也有受气，然后这种动脉管壁的受气，主要负责感受两个，主要负责感受两个浓度。那这样很合理的，所以充氧血那个充氧的状况不是很好，那表示可能要增加那个呼吸的频率啊、哦。那单位时间气体流通量变多，那理论上可能可以获得比较充足的氧气。很好，所以就是先要去利用这些啊、哦，落在眼脑或者是主动脉或颈动脉的那一种受气化学受气，然后先去感受到二氧化碳或者是酸碱啊、哦，或者是那个氧气浓度的改变，然后接下来呢，再把这个讯息告诉中枢神经，你现在呢需要在呼吸运动产生这个调快或者是调慢啊、哦，那还是要这个速频率可以不变，但是那个深度可不可以增加啊、哦？这个都是可以调的，对不对？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受气这个地方要留意一下啊，酸碱的问题我们等到下礼拜才有办法讲。啊，就是为什么要去用血液的酸碱来判断现在该不该加强呼吸的频率？啊，那上次有一个例子，上礼拜、上上礼拜，有一个人不是台湾人，然后忘记他年龄了，然后他每天
都会灌非常可观的那个可口可乐，好像说灌来算，然后后来吃到挂了，我喝到挂了，因为它的血液的 pH 值好像降到6以下，血液的 pH 值大概是7.4，而且我们血液 pH 值的容许范围超级窄，只能加减0.05，就是血液 pH 值恒定啊的范围，那搞到差不多它刚刚是6好了，所以难怪喝到挂啊，喝可口可乐，我先警告一下大家。张恩伟的钟爱就是可口可乐。啊，这边有没有问题？的话来谈一下，整个呼吸运动的目的是要引导肺的扩张跟缩小，而这个扩张跟缩小当中，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个呼吸量的空气体积越多，理论上跟呼吸气体交换这件事情一定有相当程度的帮忙，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呼吸的运动过程里面，到底可以引导多少的空气在进出呼吸系统？那这件事情当然就有讨论的必要性，比如说一定听过一个名词，就是肺活量，对不对？一般那个运动能力的一个参考指标，就是你的肺活量到底大还是小，对不对？那所以你们以前有测过肺活量？简易测肺活量的方法就是，你做几次深度的呼吸动作，然后找一个扁扁的塑胶袋，然后把它套在嘴巴这地方，再一次。最深的呼吸，吸气之后，然后接下来呢，就是缓慢的把那个气呼出来，然后用那个塑胶袋收紧，然后一抓，然后去量看呼吸，机会量好。好，然后再水一点，大家水一点就搞定了。啊，是，因为物理的问题。好，然后所以那个是那个肺活量，就是在测什么东西？肺活量就是在测你的肺泡，在你很用力的呼气。一直把气体排出去的终点，结束的那个动作的时候，你再也没有办法呼出任何气体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表示你的肺泡已经被压缩到极限。OK 啊，那个时候呢，肺泡仍然是一颗泡泡，但是已经变得小。OK 啊，所以当你完成，就是哪怕你很用力的持续呼吸的情况之下，都不会让肺泡整个变成干瘪的状态。而且不允许，我们上次提到这个重要性，你万一真的肺泡塌陷了，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肺泡不能让它塌陷。好，那你从压力平衡的观点来说，当胸腔压迫肺的时候呢，那个肺里面的空气不断的流出，对不对？所以等到你肺里面的压力后来又跟大气压力平衡的时候，你就算胸腔再怎么缩小，也是只有一定的限度，所以肺里面永远都还是会有残留的空气，所以假设肺泡这么是最小的时候就是这么小。好，那肺泡最大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画一个比较夸张的比例，它可以这么大。OK， 所以肺泡的胀缩空间其实那个反而是很大的。OK， 可是以你现在来说的话，你现在的呼吸状况，事实上呢，只有0.5公升的气体进出量。
这个你现在单次的吸或呼，其实大概只有0.5公升。好，我们通常把这个要平静呼吸，平静呼吸的时候进出的气体量呢，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做潮气涌积。好，245。称为潮气涌积。好，你大家可以自己就是找空档试一下。你现在呢，没有特别去想要用力啊，所以这个时候的呼吸过程都是平静呼吸啊。假设你在有一口气呼完，本来就是自然会停，紧接着跟着吸气。你现在呼完之后呢，接下来进呼气，你会发现，呼气动作就是自然结束的时候，还有呼气的能力，你还可以不断的在呼出更多的气体。一直到再也逼不出任何气体的时候，这个就是你的肺泡压缩的极限。所以平静呼气完，如果你继续再持续呼气的话，那个额外可以呼出去的气体的体积，我们就把它叫做呼气。就把它叫呼气储备容积，可以测啦，但是看你有没有那个闲工夫，就是大概1.2升，不少哦，比你平静呼吸量还要来得多。好，那所以假设我现在呢已经用尽所有的力气，然后努力的呼出我可以呼出的气体之后，那个肺还有体积，而且那个时候肺大概还有肺泡肺脏里面还有多少的气体？这个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做肺余。容积就是你不管再怎么逼，肺泡永远会有残留的空气，所以这个时候肺残留空气的总体积大概就是1.2升。那如果你只做平静呼吸，呼吸的话，平静呼吸的呼气动作完的时候，那就表示什么？表示你的肺内的残留空气应该差不多有2.4升，从那个最基本量1.2，再加上你没有特别用力呼吸的1.2，对，所以这时候呢，大概有2.4升会是属于功能性。它是属于功能性的肺余容积，那这2.4升里面大概还有一半左右是你继续呼出去，因为你没有特别用力 ，OK， 所以就只有呼出0.5。好，那所以接下来，假设你现在在平静呼吸的过程当中呢，你可能在吸气应该自然结束的时候，你就继续吸气，再继续吸气，我们一般讲深呼吸、深呼吸嘛，所以这时候继续吸气，你到底可以逼迫你的肺膨胀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数字就很可观的啊，它叫做吸气的储备容积，就是你可以额外吸气的空间。所以除非你做那个强有力的深呼吸，不然的话这一段是用不到。有3.1升，很可观了哈。所以事实上，每次就是这个回想一下，当年还不会游泳的时候，对不对？通常都会有一点投机取巧，就是明明那个告诉你说那个沿路游要去一记的换气，那你就然后呢就火速驱带回来。为什么那么大的能耐可以一口气然后游，没有办法游回来？那这个怎么去啊？就深吸一口气，那这头游到这头。那问题是刚开始游泳的时候换气很困难，就是很困难。好，所以那个以前张安定的那个学姐们在讲说什么那个用憋气的方法，然后火速那个游完这样子，这其实是还蛮伤的啦，因为你用
憋着气憋那么久，可是你回过头来，为什么你那个憋一口气可以让你撑这么久的运动量啊、哦？你看这个额外多出来的部分，好，所以一般的肺活量指的就是这一段。所以平均来说的话，肺活量大约是4.8公升，啊、哦，就是指你的肺扩张到最大跟缩小到最小这个幅度。哦、大概是4.8公升左右的体积变化，啊、哦，这个就是所谓的肺活量。这样 ，OK 好，好，所以这个是呼吸运动带来的气体的流通的效应，哦、啊，所以这个跟几个比较复杂的名词，有一些是英文，不过应该都已经有中文的名词，这大概知道一下就不会很难，哦、解释的部分都还好，啊、哦、，OK 好，所以我们就剩下内呼吸跟外呼吸的问题了，拜拜。